灯塔上面吃旭旭苑烧肉，然后我们其实已经吃完了。对，然后我们今天的行程呢其实非常简单，我们会先在晴空塔这边逛一下，然后逛完之后我们有预约下午3点要穿和服体验。对，那晚上的话我们会再跟我们的表姐集合去看东京铁塔。这算一个哎，这是马德莲吧？好像很赞。这是马德莲。我们点了咖啡，然后表姐点了一个蓝莓鲜奶茶，好喝吗？你拍我吧。我没拍到。好喝，好喝，很好喝。然后，还点了一些司康跟马德莲。对，我觉得日本的马德莲真的好好吃，这核桃司康非常好吃。对，连鱼妈妈会做司康的人都说好吃了。鱼妈妈，我下回拍到你哦。很好吃，因为我自己会做司康，但它真的很好吃，它里面核桃颗粒还蛮多的，然后不会太甜。我是蛮期待这抹茶的啦。当消化运动，今天中午吃太多了。现在已经就是来到我们住的饭店附近了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去回饭店把东西放一下，然后我们3点半，对，我刚刚讲错了，是3点半再去体验和服，但其实今天还蛮冷的。我们现在已经换好和服了，然后对，我今天穿的是一个粉色花，粉色配绿色的和服，然后其实本来怕说穿了之后会很冷，但是因为它裹蛮紧蛮厚的，所以其实反而没有很冷。它这个真的走路只能小小的走。来看一下鱼妈妈，哎，鱼妈妈今天其实我第一次穿，然后原本会想说很冷，但它被勒到我完全没有办法深呼吸，不能深呼吸。然后其实很像那个小 baby 的会有那种护肚子的，所以现在其实是不会冷，但就要走路很小步，对，怕要很小声。小摊贩，然后我们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在移动。对，等一下想说去里面庙的地方再拍一些照片，然后看要不要再求个签。现在大拇指有点痛，脚的大拇指。
边好像可以看到东京铁塔。已经有看到东京铁塔了。对啊，那边好像你要去看吗？哦，有有漂亮哦，感觉很适合情侣约会。前面就有个大爱心了，烟花雨跳舞。哇，这边有，来到了我的爱店鸟屋书店。对，我真的超喜欢鸟屋书店的，终于来到了日本的鸟屋书店。哇，在这边我现在刚刚逛完鸟屋书店，我现在一个人在走路。对，因为呢，我妈妈她跟表姐她们想要去吃一家听说很有名的拉面。对，但是我呢就是没有很饿，所以我就刚刚自己在鸟屋书店待了一下，然后我现在要过去找他们，因为他们说那附近好像有圣诞市集。对，反正呢有 Google Map， 我哪里都去得了。对啊，其实我还蛮喜欢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也有同感，就是比起跟别人一起走路或是通勤，我更喜欢自己一个人走路，然后往返就是两个目的地这样子。这样好像听起来有点孤僻，但是我觉得自己一个人走在路上，可能有时候我会听个音乐，或者是有时候就自己陷入一些自己的思绪里面，然后就觉得蛮自在的。对啊，但是如果是跟熟的朋友或是家人，当然也自在啦，只是就是完全不同的感觉啦。然后我也很喜欢自己这样，就是没有压力。可能我刚刚，比如说我刚看到一个小店，感觉蛮特别的，我就去看了一下，东逛逛西逛逛，没有时间压力，我觉得就挺好。咖啡厅之类的，所以有点想回去。然后现在有点开始下雨了。我现在来到星巴克，然后呢，对，这个很可爱，就是他说等一下剩37秒，等一下到0秒倒数完之后，他响了，我按掉之后，我才可以喝到这一杯茶。很有趣的是，我刚刚绕了一大圈，然后又绕回了我妈他们在吃拉面的那一栋百货。然后就因为现在其他的咖啡厅都关了嘛，所以唯一还有开着的就是星巴克，所以我就来到了星巴克。对，在这边等他们。我们现在没有，我是要拍我们会合了。我们终于会合了。然后我们坐了一站到离东京铁塔更近的地方，要去看东京铁塔。下次再来，这东京塔很美。
拆开的吧，我自己。我们家要过马路走上去吗？不会，还好。他们说这是日本现在很夯的可以帮助睡眠的养乐多来。怎么那么多硬币？才拿到养乐多，我就想睡觉，很有梗。